啥子？你看见熊家婆和个女的手挽手进了酒店，还开了房啊？我真的是转不动啊！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躺平。躺平的意思啊，可以理解为吃软饭。吃软饭。你把那个酒店地址发给我，我马上过来。啊，好舒服。房间的噪音如何？噪音啊？嗯。万一我们是误会娃娃了呢？哎呀，我不进去，咋个晓得是不是误会嘛？总把问题搞清楚噻。你们找哪个？哎，你干啥子？我还保安了。哎，兄弟，你咋的？不好意思，我就是保安。兄弟，哎呀，熊家婆嘞，你搞些啥子名堂哦？你个是赶紧把你爸气死！保洁公司五千，我在这个行业里面都算给的高的了。哎呀，确实是给的高的。熊家婆，这就是你所说的不要内卷，要躺平吧？你的躺平就是当小白脸吃软饭。我把你养大，辛辛苦苦，可不是要你吃软饭嘛，儿子。哎呀。师傅家父子狗啊！我好的交情！哎，兄长，兄长，哎，兄长，哎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兄长，兄长，哎，快，快快，哎，兄长，冷静点啊！没事，等兄长。好着没？酒店是睡室，那个睡觉还需要试啊？躺到起。眼睛一闭，瞌睡来了就行了嘛。哎，你是不是遭骗了哟？哎呀，我这个样子，人家骗我啥子嘛？要钱钱没得，要啥子嘛都没得嘛。再说了，这个酒店试睡室是年轻人很喜欢的一种职业，他不光是要体验睡觉。而且啊，他要从服务态度、干净程度多方面对酒店进行测评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些意见反馈给他们，他们酒店就好进行改进噻。哎呀，我不管你做啥，但也不能和一个女的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噻。你这样传出去，你以后咋个耍女朋友啊？哎，这个是因为我是第一次，所以说他在教我，以后嘛，我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去了噻。我不同意。这个吃了上顿不下顿，这哪是啥正经工作哟？哎呀，熊大，现在年轻人找工作讲究的是多元化，已经不再是你们老一辈想的是工作就要稳定稳定稳定。再说了，那个酒店试睡室的工作嘛，很好噻，可以全国各地到处飞，还多长见识的。还全国各地到处飞啊？你好大了，还到处飞？你这辈子不想结婚了？嘿，我不管。反正这次找工作必须在成都。真的是转不动啊！
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躺平。躺平的意思啊，也可以理解为躺下不动了。哎呀，这娃娃该不会是想不开要自杀啊？徐大夫，徐大夫，爸，你抓住。儿子，你别想不开啊，以后你说啥子爸都听你的。哎呀，要是病走了，你的爸爸一个人咋个过日子啊？你说啥子？我在洗澡呢嘛，你抓住。啊？哎，老汉儿，你误会我了，我咋可能自杀嘛？那些都是我在网上搜的资料，用来推理探案的。那个好端端的，哎，收集来做啥子啊？剧本杀。他就是一群人啊，根据这个已有的剧本来进行推理探案、共情骚扰，来复盘整个故事。他现在啊，是这个线下最火爆、最流行的一种娱乐耍法哦。那写那个能赚好多钱呢？哦，你不要小看人家哦，这个写得好的一个团队，他一年能挣好几大百万的哦。那写得不好的呀？写得不好的就是。好几个月他都挣不到钱，没饭吃。不给面，连个稳定的收入都没得。我，哎呀，反正工作岗位是多的，多看看多选选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也不催你了，啊，你开心就好啊，对，开心就好。那好嘛。大宝，啊，你真的要介绍我去当主播啊？是啊，你晓不晓得，现在主播这个行业是年轻人最最最喜欢的工作，时间弹性大，资金回报快，还能一夜爆火，弯道超车。那我没播过的，行不行？那问你，你会不会说话吗？会啊，只要你会说话，只要你是个人，都没得问题。再说了，我的发小在这个公司当人力主管。你怪当主播的事，我打了招呼的。谢了，说这个戏，走。他代表冰本美国，好戏名牌，还可以编号，好戏大雕刻，飘逸浪漫，好好好，白石塔，白石搭，白石搭白塔。大宝，你不是说只要可以说话就可以了的吗？咋个还表演才艺？现在做主播的这么卷了吗？哎，大宝啊，哎，你不是说和照片上差不多的吗？是差不多啊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我都没有 P 的，就是把下巴修尖了一点，身材比例调整了一下，磨了会儿皮，提点色，肤色的饱和度稍微。好了好了好了。熊小宝，你之前做过主播没有？他虽然没有干过主播，但是熊小宝他卖过货，在我们公司做销售。哦，那你说说你最成功的销售案例嘛？我曾经把一把梳子卖给过一个光头儿。说的高大上嘛？巧了。巧了巧了，我们正缺这样的人才，明天就能上岗哇！哎，一个月保底3000，提成无上限。可以，签了，试用期1个月。谢谢夏主管。谢谢夏主管。家人们，怎么样？够逼真，哎，够浓的噻，哎，最关键是啊，他咋个甩，哎，他都甩不掉。这人多的时候，突然你戴的假发，他掉了，那好尴尬，那不是大型的射死现场吗？哎，有家人在问，担心这个头发甩的时间还不够长。那这个样子，
我给大家播放一首歌，在这首歌的时间里头，我就一直甩头发，让大家看哈这个假发的质量到底如何。大宝，放音乐。哦，好。家人们，怎么样？头发的质量如何啊？我现在啊，算是明白了，为啥子你们那个朋友啊，一听到我说把那个梳子卖给个光头，他就两眼放光的，把我签了。琼阳，我晓得，他是觉得你啊，懂光头的心理嘛。不是，他是欣赏我那份执着。我现在每天甩这个头发，都要甩3个多小时，到时候得不得甩成老人了？到时候我那个挣的钱还不够我付医药费的。啊，你工作还是有点恼火。是妈妈。哎，熊家婆，不就吃个肥肠粉吗？你咋比那些女娃还讲究呢？哎，大宝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。这个每个食物啊，都有它独特的味道。就比如说这个肥肠粉儿，哎，虽然说它是个肥肠粉儿，它是麻辣的，但是它油而不腻，香而不燥。再拿那个粉丝来说，它是那么爽滑 Q 弹，哎呀，一吃到嘴巴头啊，就有一种敲击口腔的感觉。爹，熊阿婆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这肥肠粉越吃越有味道。嗯，好吃。哎，走，可不可以直播？啊，老板这边骂你哦，赶紧关。夏主管，不好意思。我就说我没看错人，你看，才短短的一个星期。直播间竟吸引了上万人，熊家婆，你刷新了我们公司新来主播的记录了。其实，夏主管，我是没有关注。其实是夏主管，熊家婆他就是个直播的天才，我太厉害了。公司之前的主播不是比哪个吃的多，就是比哪个吃的忙，结果造成了浪费粮食的导向，后来让他们转型了，但是观看数量一直起不来。直到你来了，我咋个就没想到用一个特别的形象和影视结合起来了。熊家婆，我们公司总监看了你的直播很是满意，从明天起你就专注做吃播账号。啊，不卖假发了？你还卖啥子假发哦？熊家婆，你运气来了，你要火了，你要燃了，火了。弟弟，你看花漂不漂亮？哎，你有啥子嘛？你看嘛，天吃饭高峰期，我这个私房菜馆子一个人影儿都不得。来，帮我办嘛，我马上安排。我喊他们过来吃饭，我打电话。我想要的不是一两次的人流量啊。那还不容易吗？以后你那个私家菜馆啊，就是我公司的定点食堂。我想要的不是这些，我想要大家真的认可我的味道。那要不然搞个直播？搞过了，得流量。那咋整呢？哎，漂亮福，是美白做主播的朋友嘛？帮我问一下噻。可以。哎呦，快点上，快点上，打死你！没问题。啊啊啊！哎，给你刷个礼服哈。喂，你们看。熊家婆搞直播了呀！哎呦，1万多粉丝，可以哟！这家伙都要成网红了。好吃的啥子？哎，看着还挺好吃的呀。哎，
小廖，小廖，小张，你们身边有没得做吃播的人咯？有没得嘛？开上枪嘛？有，这个人啊，你还认得到？吃得太安逸了，家人们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熊家婆，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厉害，你的吃法真的是狗粮臭哦。好，太好了，又是一万多人观看，成功，成功，成功。好。等会儿这个肥肉吃起啊太爽了，看吃到那个嘴巴头啊，它那个汁水，它那个卤水啊，就全部都飙出来了，哎呀，那个口腔都一下就变软了，吃简直真的是肥而不腻，好 Q 弹啊。可以，我还吃个弟弟聊点儿，喊熊家婆去直播，哎，不就解决问题了吗？喝着酒要喝喝神威，喝着酒要红红火火，红红火火。老总，哎，熊家婆，你咋来了呢？小张给了我你们家的地址，我就是来拜个年。哎，老总，不用问嘛。还麻烦你老人家来给我拜年。哎呀，来就是客，请进，请进。好好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好，坐。好。刁总，你是不是找我有啥事情？哎呀，我想找你帮个小忙。帮忙啊？不是你之前说我自身实力浅，还借口怪内卷，我一个自身能力都不够的人，还帮你啥忙？哎呀，呸呸呸呸呸！那都是之前的口误，我啊，其实是说的我太内卷了。哎，熊小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女朋友都是因为你要跟我两个闹分手，因为我啊，因为她。哎，熊小婆，你看了啥子？哎，我没看啥子啊，我哎，说是我没表达清楚，是我女朋友弟弟开了个私房菜的餐馆，味道还是非常好，但是那个选址有点问题，所以说那个流量一直做不起来。就想找一个吃播来帮忙啊，他说的不找到熊家婆啊，他就跟我两个闹分手。帮，这个忙肯定要帮。商言道，临车时做庙，博婚一桩婚的嘛，你帮了他们，等于是给自己积德。哎，说不定功德圆满了，你的桃花运就来了哦。帮，这个忙一定要帮。谢谢谢谢谢谢叔叔父亲强强来帮我。钱都好说，只要你弟不跟我俩闹分手。你开个价，随便开，随便开。哎，刁总，跟人家开玩笑的嘛。哎，你都开口了嘛，我肯定要帮这个忙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啊，家人们，这条水煮肉片啊，那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哦。大家一定要到这家私房菜来尝下鲜哦。那今天的直播啊，就到这儿了。对了，这个春节呢快到了，在这儿啊。熊家婆祝大家春节愉快，虎年大吉，走出内卷，聚聚躺平，拜拜。直播完了啊，就来吃芒芒喽。熊家婆太精彩了。哎，叔叔，熊家婆现在工作做得那么好，你敢可以放心了吗？不放心。哎呀，这个网红不稳定。要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就好了。不过啊，看他这么开心，我也就不说啥子了。啊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我觉得，丽丽，你终于不生气了，以后不准再跟我两个说分手了。哎
哎呀，哪个要跟人家分手嘛？我说的都是气话。不过熊家伙这么优秀，你是咋个让他从你公司辞职的呢？哎呀，这个我要检讨，我好像啊让公司头的员工太内卷了。其实我辞职呢，也不能完全怪廖总。其实也怪我之前啊，太想躺平了。后头我出去看了哈，才发现这个各行各业的竞争啊，都很大。要想把事情做成做好，不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，那肯定是不得行的。美食啊，它其实非常有讲究，会很多学问。所以说啊，我要多学习，多研究。你看，牛年我虽然是靠运气火了起来，但是啊，我希望在虎年里头，我能够靠着自己的坚持和努力，能够持续的红红火火下去。熊小伙，就你这种坚持不懈、努力学习的精神，不火都不得行，肯定会红红火火的。哎呀，熊家婆，你娃终于长心了，我就支持你哦。好啊，你既然这么有觉悟了，老婆儿就放心了。我相信你，福建一定天天向上，红红火火，福富社会。哎，错了，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呐、都要天天向上，红红火火，福富社会。满过心。